香港總商會今年慶祝創會155周年，我哋將會喺11月29號請全港市民免費搭電車同埋天星小輪。香港總商會為商界發聲，155年嚟盡心建設香港，促進經濟繁榮，為香港社會進步而努力。 香港總商會關懷社群，建設繁榮香港，與你同行。11月29號，全程投入，全程為你。到時見。